有时候人家会问啊，事实上这些米是素心米，应该是算是最好的了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寿司米应该是最好的，这个是台北的那个三重延千宫的寿司米。基本上 ，OK， 好，好来，好，我们这里是阿里山国中小，好乐爷，是我们热爱阿里山哈捐米活动的第十二所国中小哈，也是最大的国小，国中小哈。200位的师生哈，我们现在请哈关校长讲几句话了。好，我们谢谢那个你们师所带领，谢谢这种善心人士啊，然后真捐赠我们15包，我们非常感谢，就是代表学校感谢，谢谢。过来，阿弟进门过来，过来。来，好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那个还要照相的，来接，来照相出来。来，等一下来。哎，你这有密码、啊？来，我你点击下开的右下角的。我来好了。右下角按一下就好，先右下角，右下角。来，来小朋友，来这边看一下哈，来这边啊，跟摄影像可以啊，然后比一个赞。哎，小朋友比赞，好来啊，小朋友比赞，头要露出来。来，好，来再继续来，都对手的，过来，来往一点来，这样这个是好一点，好，拿着。那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洪师傅跟小朋友讲几句话，谢谢。啊，感恩哈，有这个机会哈，将我们全省的公庙啊，还有善心人士的白米送到我们阿里山偏远的乡区山区国小哈，让我们国小哈能够吃到更好的午餐哈，这个是。能够平衡小朋友的一个健康啊，这个是非常好啊，我们会再继续办下去。我们阿里山国小啊，已经跑了12所的小学啊，我们会雨露均沾啊，每一间国小啊，我们都会到达啊。那个诸位师兄师姐上来啊，那时间有限啊，我们必须要。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洪师傅还有师兄师姐，那我们现在颁发感谢状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请校长来颁发感谢状了，给我们的姚子公昆仑洪师。接下来的是三重的三林宫，这里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也感谢三重的元君宫，1、2、3。好，接下来是陈贤明先生。负责运送啊，非常的1、2。
三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感谢廖金雀女士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也感谢王怡婷女士。二三，好，再来感谢林淑芬女士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感谢夏美女士。好，一二三，啊，一切圆满啊！感谢大家啊！好，我们谢谢。那个这些今天到校的这些来宾，好，那我们先在台前生态池这边呢，跟校长做一个合照。这边哦，镜头在这里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先摄影，来，来，开始拍了，再拍了，再拍。啊，你也拍照一下，来拍照两张。拍照是按。没有没有，他那边。来，那校长讲几句话。今天很谢谢我们所有的团体跟所有的贵人，感谢你们接受了这么多好吃的礼物送给泰兴国小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奖状拿来，赶快来。顺便我想我们要把这个感谢送给我们。OK, 有。